这不是爱情公寓五的单个盒子吗？听说这盒子很行吗？我会赶紧把它送走。乐乐小哥上门举荐，是你要接快递吗？把这盒子送走，越远越好。能不能用这个盒子来做爱情公益五里面的弹幕之盒？可以哦，来试一下。上面的广告有点多，把它翻过来。嗯，可以把这个箱子拆掉。嗯，盒子拆掉再反过来。耶，然后把它组合在一起，用双面胶把它粘合上。盒子我就已经折好了，但是它上面还有一个红色的小按钮，我们用这个来做吧。红色的，红色，来把它拆下来。太丑了吧！你这个包的是什么？哇 ，OK， 盖好，厉害！但是它这个盒子颜色好像有点不对啊，要深一点。我们现在已经把这个盒子的颜色给涂好了，我们现在来按这个按钮，穿过有个洞，按正中间啊。你上去就不管了，嗯，就这样吧，嗯。大功告成，大家觉得我们模仿的像吗？欢迎在评论区来打评分。